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巨魔陪审团也是巨魔刽子手。算了，都行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反正中上都可以，打着永恩也不难打。我不丑，但他们快要变丑了。不是着急下本，是对面有个赛人，我得跟他比猜呀。他跟我的害虫，我也得害虫。是时候开始冰河世纪了。我们把这跳弹打了啊，防止对面的打野打跳弹。白银跑过去反野去了，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我们这野打的，他就只会过来打野，说明他蓝没了以后呢，他就是没了。你敢飞过来吗？他俩打一架，我看看你多狠啊！赶紧打兵吸血。这个永恩兵线处理的很不错啊，这波兵本来是往他那边推的，但是呢他选择推了刚才那波兵线，推了那波兵线他还不推塔下，哎，他还给他放到这里，然后他还回家了，这样他的游戏就结束了。兵线处理的非常不错，这是一波反面教科书，老给我开一技能逃跑，那有什么用？这波如果想推可以推，如果不想推的话呢，也可以继续，我们继续吧，继续卡着吧，下波再推。这兵太多，我推不过去，我这英雄推线太慢了，没有 AOE 技能。封面打的了，巨魔陪审团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
辣条，顶，咬，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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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咬，抡，抡，打不到了，没事。但他们快要变丑了，这小兵给我卡位了。再卡一波，拦好，还有38秒呢，不急。这只会让你觉得很受伤而已。直接顶，没顶到，给他顶回来可以。巨魔们就要打仗了，往这边走啊，既能压制住他不让他过来，也能去偷个蓝，非常 beautiful。 直接打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，这俩人都打不过我，闪闪现了，吃狗屎的回来继续打。强盗，喜欢你正好回家，挺好。西兰刀也出来了，完事我们传送上线。也有 TP， 为啥呀？他哪有 TP？ 没用啊！哎，怎么咬出来？我靠！没有鞋，有点烦。没想交闪杀他，我这闪现出塔了呢。没关系，省个闪现，下边再用。想吃塔皮呀、啊？那你可吃不了塔皮。啊、他们好像很生气。
应该没有传送的，没传送这塔没了。回去呢？不回去我就秒你了。贪想多耗我点血。吃完蛤蟆，我们吃峡谷先锋。吃完峡谷先锋，我们直接一波。害虫拆的也不行啊，这害虫。害虫拆的太慢了。先打个蓝啊，先打个蓝，打完蓝得补充一波装备，我们得找一个时机，找一个可以一波的时机。这里头有氧，我看啊，2800再加800等于多少？3600，现在3540不够。还想等最后一分钟，正好有传送，我们再传出来。我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，哎，算了，放了得了。放哥推了，不过去了。我顶回来，叫大了，叫大了，我们就上高地。有个爆破，直接给他推没。先来个破剑，再来个攻速牌，再出个吉亚马特就欧了。
复活我们传送拆卸。Dominating. 开玩笑，我们回中，就把中路一拆。哎呀，不回了，中路不用我守，中路有害虫，有队友呢。这他们就守不住了，我把兵线给他带过去。 真高啊！来了，害虫。 我去猜你能怎么办？ 你自己打呗，你自己打不过还是咋回事啊？峡谷先锋，现在只需要在这主基地面前一待，等着几个超级兵往这一拆，拿个柱子一立，这不是搁这看着就可以了。 你离我远一点，我那破剑都没了。